家好，又是我们了，敏珍、美元，很高兴在第二集见面你们了。上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没回答，美元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就是我们在金门的生活怎么样呢？对啊，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我们了。对啊，这是第一次我们来台湾留学，所以有很多还没习惯的。对啊，越南和台湾的生活有点不一样。刚来的时候我们常常请假，幸亏有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，我们慢慢习惯进门的生活。对我们来说，现在的生活特别开心。所以现在我们会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在金门的生活会怎么样。Thank you.